嬷做黄梨饼。嗯，做黄梨粿。黄梨挞。这是露的。哦。妈妈讲 hello。啊 ，hello。hello。你要学啊？啊。要还钱啊！要学。要还钱啊！嗯、我没有钱的、啊。几十年的功夫叫你。哦，阿嬷那么厉害。我搓的红来，我们用板搭，因为爸爸不吃牛油。哇，用完了，嘟嘟，阿妈负责搓那个 dough， that's why not doing anything。嗨，我们今天搓红来饼，我已经搓那个黄梨了，阿妈在做那个 dough。I never used this gimbal before, so I'm trying out. Mmm, I got pimple. Okay, bye. 给你们看爷爷今天穿什么，很帅。爷爷过来，今天穿什么？你衣服哪里买的？啊，欧记买的啦。欧记买的什么把头的？衣服啦，这个不认识那个。没有把头的。鳄鱼的。鳄鱼的。看。哦，鳄鱼的，那裤子嘞？裤子啊，裤子定做的 ，Red Fox 的 ，Red Fox 的 ，Red Fox 的，也是 OG 买的。啊，很帅，也摆个 pose。哇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差不多了，卖两回卖。模特模特。那帅。很帅哦，爷爷看起来很年轻。啊，年轻啊，爷爷本来是年轻的。阿妈爷爷帅吗？三比八，三比八是什么？瘦，太瘦了。阿妈，很像 monkey 这样瘦瘦。哎，你帮我浇一下，浇下去。有闻到香味吗？哎呀，好香啊！阿嬷那么小小的炉，我们没有盘了。没有盘了，慢慢做了。慢慢做，我们已经在排队了。那个白羊巴达，哒哒，我要去找盘。嗯、阿嬷在量那个，量那个盘，看放得进那个炉吗？盘这么多就不可以放进去。我们炉太小了。太小了，我放进啊。放进两个放进啊，只有两个盘可以用而已，全部拿出来都不可以，不可以放。那边有两个，这边也有两个，太大了。哎，有塞哦。早知道买一个炉啊，妈，我都跟你讲买一个炉了，你就不要来，不要买。现在看那个炉那么小 ，OK 吗？你要放哪里？阿妈的棒豆豆，你拿出来你要放哪里？哇！小心啊，修啊！哇！可以吃了吗？在洗盘，哇！做完饼干喽，有的吃喽，啊哈！